道歉。暗淡的溪流，清秀的山峦和无垠的平原，构成了美丽的台中县。这个面积2051平方公里、人口67万4000多的台中县，有6个镇、15个乡、341个村里，县政府设在丰原镇。现任县长林鹤年出身雾凤望族，过去曾任第132届民选县长，勤政爱民，经常与部属研讨问题。这一天，他们正在召开县政会议，并商讨举行歌道比赛。稻谷是台中县主要的农产品之一，每年台中县政府都要举行一次歌道比赛。由于土地肥沃，加上农业机械化的推行，单位产量不断的增加。看，一颗颗肥大的稻穗是农民们辛勤的收获。台中县的龙井乡是台湾省政府指定的示范农村和农地重划示范区，看农地重划以后的道路沟渠，使人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井井有条。新式的自来水塔和设备齐全的卫生所，对于乡民的健康都有很大的贡献。林县长工于直辖，常到农家访问，跟农民们闲话家常。龙井乡的农民在农地重划以后，平均可以节省20%的劳力，他们于是纷纷地发展家庭副业。养猪是一种有利的家庭副业。台中的养鸡事业也很有名，这是石岗一家农民饲养的7000只肥鸡。台中县的红鳟鱼全省驰名，乳牛的饲养是台省府推广乳业自给自足计划的一部分。水是一切生物的必需品，需要适度的供应，少则不足，多则为患。台中县对水的利用，在防洪、灌溉和发电这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水果也是台中县的名产。一甲地年产10000公斤葡萄，约值8万元新台币。台中县共有100多家的葡萄园，收入相当可观。台中也是香蕉最大的出产地，每年销往日本的数量很多。台中县的东市是横贯公路的起点，以出产木材著名，由此乘公路车经青山而到梨山。梨山是本省的第一个山地都市，巍峨的梨山宾馆已经成为观光游戏的圣地。
大甲是台中县一个重要的乡镇，出产的草帽草席全省著名。离开大甲不远的铁针山是台中县的著名圣地，相传郑成功曾和荷兰人在这里作战。台湾省议会设在台中县的雾峰，是台中县的光荣和骄傲。那儿花木扶疏，风光明媚，星期假日经常吸引不少的游客。雾峰的示范国校是全省的示范小学，该校建筑新颖，设备齐全，是台湾省儿童们的乐园。台中县共有国民学校100多所，2200多班，学童118000多人。林鹤年县长不但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地方官，而且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音乐家。台中县歌就是林县长作曲，近来为了响应总统号召，林县长工于直辖，忙着谱勿忘再举歌。10月25号是台�湾省光复22周年，台湾省各界代表10000多人当天上午9点钟在台中市省立体育馆集会，来庆祝这个令人兴奋的节日。大会总主席由台湾省政府主席黄杰担任。黄主席在致辞中呼吁台湾全省同胞不要忘记正在水深火热中的大陆同胞，要以当年大陆同胞光复台湾的精神光复大陆。他并且领导大家高呼口号。接着由台中市立嘉职表演舞蹈。台中县两广同乡会也表演了诗舞。同时台中市各界代表和军民学生也以最欢愉的心情在市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吸引了无数的民众。游行行列在五颜六色的一队前导下，鼓乐震耳，形成了一幅壮观的图画。下午4点半，台湾省政府和省议会在中兴大学惠尊堂举行了一个庆祝光复节酒会。黄主席夫妇和许金德副议长亲自在门前迎接嘉宾，到会的人士有省院各界首长以及中外嘉宾2500多人。黄主席夫妇在酒会中举杯为大家祝福，并且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创造一个更伟大、更辉煌的中兴护国纪念日。闻名全省的台东县红叶国校棒球队于6月20号抵达台中访问3天。这支来自山地的红叶棒球队是台湾全省第20届国校棒球赛的冠军队，攻守均佳，为近年来学童棒球最杰出的队伍，深受全国各界人士的重视。从21号开始，他们展开各项活动。首先是前往省教育厅觐见厅长潘振球，潘厅长对他们在艰苦中奋斗成长的精神表示嘉许，希望他们继续努力，不仅在棒球上有所成就，并且要成为对社会、对国家更有用的人才。他们还参观了省议会，当时是由秘书长洪乔荣代表谢议长在场招待。红叶棒球队一行并且还前往拜会了台湾省新闻处，由省新闻处主任秘书徐振熙代表周处长接见。最使红叶棒球队高兴的是，他们访问了台中市棒球运动风气最盛的光复国民学校。当他们出现在学校操场的时候，光复国民学校的全体师生曾经鼓掌表示热诚的欢迎。红叶棒球队在访问台中期间，民生日报为了提倡学童棒球运动，特地邀请他们和台中市联队举行一场友谊赛。这场友谊赛是22号下午3点半在省立台中棒球场举行，在场观众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红叶棒球队和中式联队在奏乐鸣炮声中进入球场。准备运动之后，两队队员集合参加球赛开幕典礼，和观众见面并交换队旗。然后由省新闻处徐主任秘书主持开球。随即开始比赛。红叶和中式联队一共举行7局比赛，比赛过程相当紧张，在第一局中双方都没有斩获。这时候观众们和台中市中校国校的啦啦队一再的高呼加油，为双方队员打气。
二局起，情况逐渐改变。红野在第二局中获得两分，第四局中获得三分，第七局中获得三分，始终一路领先。红叶队队员吴先洲和古进才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得最为出色，每人打出了一支全垒打，为红叶奠定了必胜的基础。在这一场比赛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红叶队队员个个皮肤黝黑，体格健壮，动作灵活勇猛，充分显示出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球技是非常的熟练，无论是接球、传球、挥棒打击、上垒取分都很合乎要求，尤其是他们表现出来整体合作的默契更是令人赞赏。最后红叶队以8-0打败了中式联队，博得了全场观众一致的喝彩。比赛完毕，民生日报社徐副社长颁发两队队员奖品留作纪念。红叶棒球队的成长和壮大是一个最佳的例证，它说明了事在人为，只要我们能够刻苦奋斗，合作进取，任何困难必定可以克服，任何事业一定可以成功。